我在三号机，屠夫在一号机，哎呀，不追我的，肯定。三刀姐在一号机，追他就行哩，我不是怎么追我了这个人。行吧，总得有人要被追，那为什么不是我呢？不头铁玩什么红蝶，这个红蝶一看就不年轻。他这把的皮肤是朱华，好家伙，让我想起了上一次我在这个典韦被秒杀了，也是朱华。不过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猜就多练，我练好了这把不会秒倒了。你看我卡四爷他都没法飞，这次不下板子，小博一勺骗抽刀。哎呦我的哥，他真的很头铁，赶紧跑吧，还等什么，再晚一点就吃到了。要飞吗要飞吗，我能进板我能进板，没打到盖到了，好家伙我真棒。看不出来哪里消，反正就是能溜。队友也在说，哇，这个拉拉队员盖两个板子都没吃到，太帅了。好吧，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帅的。下板子比闪现，哎呦闪了没打到我，翻算了不翻，翻什么翻，没必要翻，把排位嘛求稳就对了。闪现得吃电击，咱得拖高。闪现我已经吃了，任务进度 50%， 很快就达成了，牵制三台机就够了。现在谁跟你玩板子，不博弈我就不会输，加速跑就完了，有道具无脑溜，加速拉距离，这个板子直接盖就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能二溜，一个花球就足够，吃一刀了赶紧捞，我能进板子，不用管我了。让你看一下什么叫拉拉队员，什么叫二溜的神。给神尾了，没事，加速跑就完了，想拿刀不可能，能进板子就行。你蝴蝶要飞了，下板子，好的没飞，我翻过来还不飞，我再翻过去预判一下，好，为什么不飞，那个老红蝶会不会玩。没事啊没事，我能三溜，反正花球又好了，我现在手里一个花球，一个花球就够了。骗一下骗一下，骗到了，很棒呀，不着急，一会儿再救也可以的，扯血条也行，想打针对就是扯就完了。好，他急了，他已经输了，两个花球在手，还有那不能扛刀，你怎么追呢，没法追。你飞我就跑，你飞我就跑，预判到了往回走，加速跑咯。他吃刀了无所谓，他玩的是那波，随便扛刀了还能卡板子。不过这里没板子那怎么办，咱还有加速或者卡四爷走咯，我想省个道具打开门站。我操，闪现又好了，晚了，奈布呢，你怎么倒了，怎么短的才8秒钟，哎呀没法帮我扛刀，完了呀完了呀，我不应该省道具的，这把开门战三个人很难赢了。没事啊没事没事，这把还可以靠队友呢，咱们还有个入殓师，那是什么，那是开门战的神，给心里画好了。但是这里有地胶怎么搞呢，要反身还是要走地胶，要走地胶，好吧，但是错过了最佳的时机，现在反而被架住了，不好走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不好走不好走，走了三跑不走的平局，我好慌，怎么回事，虽然不是我在玩，但是我比他更紧张好像。不急不急，别给机会别给机会，让他给机会让他给机会，拖着吧，好的飞过来，有机会跳了直接冲就行了，倒了也没事，好的倒了无所谓的，能爬好，他来不及了能跳，哇塞真帅，三跑我们是冠军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反正追我就完了，这把是谁呀，哦跳跳西来追我了，这是问题不大，我一点都不慌，取选就是好，游戏还没开始呢我就已经想好怎么溜了，天天选这里，天天被追，天天溜起飞，不吃平地刀就行，怎么绕都没事，等他跳咱们就加速跑，躲个跳就行，到脸上了咱再说，不着急，看准时机跳了，好的像这样子轻轻松松一溜94台，哦不一溜剩4台，好吧也没事吧，反正亮一台说明快亮3台了，我还有飞轮呢，飞轮交一手然后盖板子就行，哇丢这给我抽到了，开了开了，他一定开了，还行我这把牵制够了，其实不是我溜不动，是队友修的慢。哎对，地下室在医院要挂吗，其实挂也无所谓，反正挂了收不了电机，而且挂我需要很久，挂我的时间也算是我的牵制时间哟，那我这把牵制稳稳够了，而且他好像挂不上我，最近的这个椅子没刷，哎呀我复活了，不好意思练习加速又好累，我能冲出地下室的，还能再拖一会儿。
不急不急，到身后了，我再冲，能多跑一米是一米。现在开窗往外跑就行了，就是拉距离，还想挂回去的话，很难了，很拖时间的。好执着的练习，但救人的是野人，拦不住，电击呢也管不了，电击已经够了。我的花球攒好了一个，什么叫拉拉队员，什么叫二六的神，上楼不回头，落地刀也无所谓，我先上来了，现在给一刀问题不大的，有加速的，有圈就是好，好了分开走，电击直接开，直接点大门，这把有机会，试跑。这可是求生者优势图，这可是最容易翻盘的一个地图了，想试跑真的不难。医院四通八达，你猜我下一步会去哪，他没有币的，现在出门正好了，不走地窖，地窖刷哪我不知道，门呢我知道在哪呀，门能开我就能走了呀，还走什么地窖呢，走门稳走的传送拦我了，怎么办，我要倒了，三跑也够了好吧。哎呀怎么他倒了，有点难崩啊，这个他明明是看戏的，但没想到自己才是那个戏，还不快多谢微调哥。有人上椅子，马上就过半了，奈布呢，救一下呀，奈布。哦，奈布上椅子，原来是他呀。哦，好吧，救不了了，卖了。雕像放的很有东西，给冒险家加成半血了。不对呀，他没开二阶呀，大哥，这怎么搞的，这个不救不行了，他还有传送的技能都没教过，捷报频传。到此为止吧，让我来表演一波，给你们带来一点好消息，我来卡满胶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两个加速直接跑到椅子前，正好能捞，正好卡满胶，我来了，正好了，准备捞。没事，来得及，看我顶级博弈。行行行，根本救不到，救了就真说，然后就来追我了，也行吧，准备追冒险家好一点吧，至少我能六呀，花球没好，没事，我不依赖那玩意儿。是你吗，诺顿坎贝尔瞎死，好，持刀赶紧捞就行，我能活我还要溜，电击不够。局势越紧张越是不能慌，思路要清晰，咱得带走，为什么呢，因为这边是遗产机，丢差了要包从后边包，那正好了，正合我意了，不是，我直接走了。他把两个冲全都交掉了，我这波注定不会倒的，他收差了，咱再开加速冲中场。哎呦，这个穿模吓我一跳，加速时间结束了，正好能翻窗，很好。哦，诺顿你怎么倒了，也没事吧，他根本就不会挂他的，还得是要追我啊。调酒师也来了，要给我喝酒，我不喝我不喝，因为我没满十八岁。附身了，好，电气不够就得保，上挂费的诱惑力真的太强了。哎呀，这个鱼女刚准备冲就不行了，离叉子太远了。现在我进板子了，想拿刀不可能，只能丢叉，那咱下板子干啥，走呗。丢叉子在左边，想包圈冲上来赶路，一个脚底圈，幸好没收到，收叉解后摇，赶紧加速跑。配合真好呀，你们俩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我就上椅子喽。千防万防，马还难防，看出来了，他比我更紧张。别慌别慌别慌，我能溜的这个地方电击也快够了，反正不倒地电击总会高，这波真得扛刀了，不扛不行了，飞轮也得交，保证能扛刀，好，扛到了就行，电击马上就够，往外溜拉距离让他不好包，只能靠自己了，现在看我的躲个冲，哎呀没躲到亏炸了，我能活得好香，活个得呀，完了电击不够，哎这是干什么，哎机子够了，好家伙，他太相信他的对手了，他以为电击够了，但没想到还差一点点，但我还是要倒了，前面没六毫，开门站开急了又如何，还是一样会倒那么快，门还没开呢，还是要平啊这把，不对，他没底牌这个人，那这把不就赢了，哎呀没六够也没事，没底牌咱们能赢，其实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是故意倒那么快的，节约时间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千场遇不到，遇到了就是千场，对面老头能打呀，这把站一台机守一台，我这台注定秀的慢，怎么办呢，没办法呀，不能白给，慢慢耗吧，旁观局得让他给机会，要不然咱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修电机，但前面已经过去八分多钟了，还是这个局势，怎么办呢，都不想再拖了，得开机了，这边电机很多，有机会能抢开的，大家同一个思路，非常好。
快修快修能够吗？快修快修能够的，防止他打汽油刀过来准备摸，但是他给刀好的，那我最后一个人开机，总算亮了。监管者为携带挽留，帮那不卡我一波，让他不好追。好，不给我一刀，那行。再控能量，这个门注定开不了，但是得有人去勾引。你们去吧，都想着去吗？那好，我去开起点门。都还没倒呢，太棒了，这个门已经打开了，赶紧往这走，有机会能跑的，因为他手里没技能了。你被追了，那不能跑，那不能走就行，我来接你。我是满血，我有两个加速，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到了。被封死了，这边走另一边就行了，往这边走我能接你的。老头枪挺多，还得防止点哟。躲得很好，上滑梯也很妙，我正好过来能接你的。一道枪滑不倒呢，你是半血呢？好，直接附身，接下来交给我吧，看他怎么封，随机应变了。好，一道墙很长，得加速走了，绕走就行，别被封死在这里。这边能量特别多，真的没时间空，那不能空，但是他走了，他有点撑不住了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真被封住了，但是我能翻，先不着急翻，等会再说。他有多少能量我不知道，好划我是吧？那我现在直接翻过来。好，你先走吧，又划我，但是有个小缺口，我能走，拦不住了，因为他这把没带挽留。